對於英國國安法案件被指協助香港情報機構的被告在保釋期間死亡，特區政府說不會評論事件，又強調經貿辦一直是合規合法履行職責。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被英國起訴違反英國國安法，控方在庭上說經貿辦的銀行戶口曾經向案中姓魏被告的保安公司支付費用。掌管經貿辦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說，經貿辦一直合規合法履行職責。在網上一些的流傳、一些的 speculation， 甚或是一些的無稽的指控，我在這裡就不作評論了。我想大家對我哋經貿辦嗰個角色同埋功能有點而唔係太清楚。我哋香港特區一直都係以一國兩制嘅原則同世界各地去建立同埋去維持一個經貿關係。嚟緊我經貿辦嘅同事會繼續無畏無懼、不偏不倚、合規合法咁去履行佢哋嘅職責，去推廣香港嘅獨特優勢同埋說好香港嘅故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被問到案中英籍被告死亡會不會影響審訊，個別個案的案情和佢中間發生的事情，特區政府是不會評論的。保安局前局長、立法會議員黎棟國說，離世被告的相關提告會終止，但是目前按資訊對其他被告的影響仍然未明。現在並沒有任何的資料知得到英國警方在那個已經過身的被告身上是取得什麼同埋幾多的證據。究竟他如果有取得一些證據，這些證據究竟可不可以在這件案件裏面繼續用呢？這個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英國政府就個態度很奇怪的，特區政府是要求他是提供詳細的資料去解釋，但直至現在為止，我們都還未聽到究竟英國方面有些什麼的回應。他促請英方盡快交代。無線電視記者翟鉅文報導。入境處加強打擊黑工，拘捕15個內地人涉嫌非法任職洗碗和清潔等，時薪有50至80元，最長已經預期留港6年半。入境處到旺角新田地街一棟唐樓帶走呢一批懷疑非法勞工。懷疑唐樓一個500呎嘅單位分隔用作宿舍，15個人介乎28至61歲，當中4個人涉嫌非法入境，其餘以訪客身份入境之後非法留港，平均預期居留幾個月，最長嗰個逗留咗6年半。任職洗碗和清潔等，時薪達50至80元。行動入邊亦都檢獲手機和17張懷疑偽造身份證等嘅證物。佢嗰個質素係好差嘅，啲顏色係浮曬出嚟嘅，所以基本上咧，肉眼一睇咧就已經好容易分辨到佢嘅真偽噶啦。咁好多相咧印刷啦係比較粗糙啦，上面嘅資料咧有部分啦就係被捕人士嘅樣貌嚟嘅，除此之外咧裡面嘅資料咧好多都係虛假嘅。入境處話會調查佢哋任職過邊一啲嘅食肆同埋公司，以及背後有冇集團操控，強調聘請非法勞工屬於嚴重罪行，僱用非法入境者或者逾期逗留人士，最高罰50萬同埋監禁10年。無線電視記者彭永熙報導。有雇主話人手短缺，高過市價都請唔到人，估計有雇主係因為咁挺而走險請黑工，希望當局放寬輸入勞工。入境處今年1到4月採取近6700宗反黑工行動，拉咗356個人，包括外佣同埋懷疑非法入境者。今次涉及洗碗同埋清潔工，都係補充勞工計劃涵蓋嘅工種。點解有正途輸入都要請黑工呢？價錢咧就一定係比請本地人啊，甚至咧係你正式去輸入一啲外地勞工咧係要平嘅。申請補充勞工計劃咧，你都係要用一個市場工資中位數去請噶嘛。可能同一個價錢咧，你喺香港咧就請到一個家務助理去你屋企幫手，咁如果係網上
去找一些內地的家務助理來工作，可能同一個價錢有兩至三個家務助理。有中小企就透露，本地市場人手短缺，即使開較高的價錢都請不到人。現在$80一個鐘都有人請的話，主要就是因為某些工種依然都是很缺乏的，請不到人，黑工那些照請，那這個他有機會是犯刑事的。這個都即係你可以睇到嗰個急切性就係咁樣啦。補充翻啲勞工，即係輸入勞工係其中一個方法啦。但係嗰個額度應該係放鬆啲啦。佢認為政府應該加快審批補充勞工計劃嘅申請，滿足業界需求。無線電視記者鐘卓希報導。私隱專員公署裁定虛擬貨幣世界幣在香港的運作違反私隱條例，要求停止收集市民的虹膜和面容影像。世界幣是由 ChatGPT 支付，阿爾特曼在2020年有份創立。私隱專員公署說，經調查，若果要定期免費取得世界幣並且獲註冊身份，參加者需要提供自己的虹膜和面容影像，至今已經有8300多人提供。公署在今年的一月底曾經到世界幣在本港六個營運點調查，之前曾經有外國的媒體報導，部分地區包括英、法等亦都曾經質疑他們的做法，個別有展開調查。公署發表調查報告，裁定世界幣在本港的運作違反私隱條例，說他們的做法非必須，亦都超乎適度，強調生物辨識資料是敏感資料，一旦被不当使用或者泄露，可以导致严重后果。又说相关的私隐声明等欠缺中文版本，营运点的职员亦都不会告知参与者相关的风险，交代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属于不公平收集个人资料。又说对方会保留个人资料长达10年，用作训练核实身份程序的人工智能模型，时间是过长，属于过度保留个人资料，已经向世界币发出执行通知，要求停止在香港继续这样做。世界币在香港的其中一个营运点晏昼未有营业，根据私隐条例，若果违反公署的执行通知，最高可判罚$50,000和监禁2年，再加每日罚款港币1000元。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港铁话，为了配合多个新项目和更新工程，有机会要早收车、迟开车。港铁举行股东周年大会，管理层话将会投入1000多亿扩展铁路网络，又会用650亿更新资产和维修。洪水桥站和北环线今年和出年相继动工，亦都会更新市区线的设备。港铁预告可能会影响列车服务。特別是有一些我哋喺黃金兩小時裏邊都唔能夠完成嘅工序嚇，即係因為個工序係太複雜，時間要太長，咁可能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對車務嘅一啲嘅調整，包括譬如可能早啲收車或者係遲啲開車。跨境服務喺復常之後需求殷切，不過港鐵就話未有計劃復運城際直通車。至於東鐵線，據報會延伸去到深圳羅湖站，遷向比較北的位置，並且實施一地兩檢。港鐵就話由粵港兩地政府討論，若果有決定，港鐵將會全力配合。至於樓市全面撤辣之後，新盤交投升温，去年零入標的東涌東站第一期項目，港鐵就話在未來12個月將會重新招標。無線電視記者鐘卓希報導。